好，持续来关心天气。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目前还是中台的上线，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巴士海峡的近海了。那么今天的入夜到明天的一整天，会是影响时间最明显的时间点。那么虽然杜苏芮它的路径持续的南修，因此目前登陆台湾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。不过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，路径海警范围都持续增加，像是陆上警报区域，除了台东、屏东、恒春半岛之外，今天还新增了高雄地区，因此再三要提醒的是，东半部地区、南部以及在外岛的澎湖、金门民众，务必都要做好防台准备。我们就来看到东半部地区是雨量的首当其冲，那么雨势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的状态。宜花东是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，另外在基隆、新北、桃园、高雄、屏东也发布了大雨特报。低压地区防淹水之外，也最好要避免前往比较高的山区移动，要留意安全。那么地方降雨图则是显示了，除了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是豪雨的警戒范围之外，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在各山区，还有在南部地区呢，今天是白天到入夜都是呈现比较间歇性的雨势，到了晚上同样的情况。那么西半部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桃园至台南以及在金门地区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可能，台中、彰化、云林甚至可能飙出38度，这些都是台风带来的高温效应，也要提醒留意了。那么要提醒的是，北部地区的民众今天则是会感受到风明显的变强，北台湾新竹到宜兰，还有南台湾的这个花莲地区，南部的花莲地区到屏东一带地区都发布了路上强风警报，因此提醒如果是店家的话，一定要加强固定门窗招牌。那么如果是住家的阳台顶楼，如果有摆放一些盆栽，也建议暂时先摆进室内以测安全。我们也继续整理出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。今天来说呢，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、恒春半岛到高屏地区都是特别要留意的警戒区，风雨是越晚越明显。至于在大台北地区，这个基隆、北海岸还有桃园一带，风雨会是一阵一阵的，要留意的是强阵风。中部地区今天来说，白天风雨都不明显，要留意的反而是高温的情况，入夜之后才会有明显的风雨。那么星期四来说，到周五的清晨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，迎风面的东半部持续会有强风豪雨之外，南部的风雨也会比较明显。北部地区呢，则是受到了台风外围东南风的影响，风雨都还是比较是一阵一阵间歇性的情况。那么预估到了星期五的白天过后，整体的雨势风势都会逐渐减弱，不过要留意在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出现。到了后续周末期间，台风消散就会正式的回归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，这是未来几天的走势要提供给您。好，接下来就带您关心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